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HK Developer， 我是 Vinci。 今天带大家看看由信和、装饰和市建局推出的 One Soho。 我们今天参观两个示范单位的，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 click 下面这条 link 查询翻的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去片啦。第一个单位是18楼 A1 室，属于一房单位，实用面积是285尺，一眼就看完了。首先左边是开放式厨房，可以给一个人使用。对面是浴室，属于黑瓷和奇钢的设计。然后是客饭厅和露台的部分。最后是睡房，有落地大玻璃。接着就看一看这个单位装修后的样子。其实装修上呢都没什么大分别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。看完之后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呢？记得在下面的 comment box 告诉我听啦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有兴趣知道更加多的资料，都可以 click 下面这条 link 的。如果喜欢这条片，记得给个 like 和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。 我们下次见。